典的虎年玉玲珑。哎，说实话，虎年有玲珑啊。看鬼跋腿的鬼宝，大家好，我是规身躯全身珠宝的珠宝啊。这位姐姐，今日咱要讲什么主题呢？过年期间，首先来献上一段祥狮剑瑞啊。大家欢喜过年嘛，人灵人赛一个啊，这拢无配合过啊，安尼吼，这两要灵一，这正卡走一边，倒卡走一边，安尼吼，我变咱人嘛人袂惊，啊无换一项啊啦，够力帅气是降蝙蝠献瑞啊。够无？降猫头鹰献瑞。够无？降雷公献瑞。雷公，够吧？降大蟒蛇献瑞，喂，我是小明呀。拍谁拍谁啊？今年好年拍谁？啊，那么讲好，降虎献瑞。降虎啊！哎呦，顺子究竟说了什么，让现场笑浪爆发？虎年超欢乐的啦，笑料一波接一波。各位绝对唔要听过低的唱歌，你姑娘爱歌听秀，接彩屏。哎，现在来收官了，我就出来。那干嘛先喝啊？兄弟，好人拍戏，阿龙们恭候降虎献瑞。降虎啊，我是属虎的，我不鸟你，所以我就是老虎，根本不用演。阿娘喂啊，你唱好哟。系啊，你今年犯太岁啊。喂，哎，今早我大家啊。哎，犯太岁。买了，买了，明明呀，明明明呀，那我爷，那安太岁拢安好啊。哦。嘿嘿，多遐济遐济，免烦恼。你嘛较早讲咧，安那？我甲你点一排光明灯啦。哎呦，规个拢光兄兄起来。哦，安尼，规光安尼光兄兄，今年你就好运好彩头啊。真正一定好运好啦，我甲你收起来啦。哎呀，哎呦，阿姊啊，今来个家内，你好好啊，甲人表演一下，对不对？我当然当然当然。是啊是啊。这过年期间啊，大家欢喜啦。啊，咱姊妹真久啊，安尼无重出江湖，和大家安尼见面啊，好年安尼吼，我用一首歌过来，献唱大家，祝大家好年兴大运安尼吼。嘿，好呀，嘿，马路里的蹦达嘎一达，马路里蹦达嘎一达，好呀，嘿嘿，好呀，好啊，好啊。做人的师傅唱歌这款一点创意都没有，你知咱台湾为什么会当在全世界徛起？就是讲咱的文创，咱的创意，全世界出名的，了无新意。那如果我若是你，我就摕两张古包纸包包起来。在棚门口底下，我就叫退出江湖。哎呦，我天，师傅嘞！是啊，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嘞。哎，我还叫你啥？爸爸。喂。每当我的心里想起你的时候，嘿嘿。
想听你的时候，嘿嘿是无够，达观众免见面，欢喜你个妹妹。迄大个边看安尼吵嘛在，嘿嘿嘿。无晓，实在哩。大人看假哩，以后记得上节目。对，我连续表演。我连麦古杰哩也无好看呢。是是，好你先台湾，你呢？你来较搞，无你来唱。你讲我了无新意，好，你讲台湾文化创意安怎？你较搞，你来嘛。我跟你讲，有首歌吼，这歌呢，来对完全的艺术呢，它就是火，能完全吻合的这个情境。是吗？吼吼，老师嘛，我拿卡着。